两个嘛。嗯。我们就在，你叫我们坐在这里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？你嘴巴擦干净。嗯。擦干净没？千万要不能给你们看到，这里面都是要花钱。新出的，新出的。那是你生日礼物，对不对？我超级开心的。好恐怖的楼梯哦，谁会爬？会比阿妈家恐怖吗？这比阿妈家的更恐怖。这样子啦，这样子啦，放底下的啦。不用跟别人连接。好，90度楼梯，一踩空啊！爸爸。啊 ，sorry。今天我是小寿星。对啊，你好，小寿星你好。我是那个一只。小寿星。我有接指甲。好。不听话。哦，这周瓦这妈妈。
栅栏没错，栅栏拿下来才会固定。哦，这样是有空，有空间可以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栅栏就可以先拆掉，放旁边。这个是1200加2400。啊，那楼梯弄好了吗？楼梯弄好了吗？耶！妈妈，你看我有床。它好像还可以连接很多。妈妈，我也有。一般呢会有专业的转。我骗你的。弄好了没有？这里走开啊。要做这种事，哎，闪掉，闪掉！还说专业？正门在哪里？等一下，好。正门在这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第二种方法。不好意思，了门。哇！你是把全部宝贝 ？Oh my god！固定好，固定好了。专业的来了，需要旋转服务吗？需要。旋转服务是不是？对。来，那边旋转。地板拿走，地板拿走。地板他没办法一起转。好，来配乐。要胡子的那个。胡子的胡子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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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？讲够了。哎，对，这样子好，今天你看，这样也不错啊。来，猫咪。啊？你快点，小姐，她的刷要放二楼。等一下。三八八三二，好。之后可能会演小剧场哦。对啊。来。希望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也要是